如何在 Big One 拥有一个自己的交易账号？仅需三步，轻松拥有 Big One 账号。第一步，下载 Big One App。iOS 用户，一，使用海外 Apple ID 登录手机 App Store。二，在 App Store 中搜索 Big One， 然后下载。安卓用户，在手机 Google Play 里搜索 Big One， 然后下载。注意，安装时如有提示禁止安装，请将手机开启飞行模式后继续安装。第二步，注册 Big One 账号。一，打开 Big One App， 点击左上角个人中心。二，点击登录，点击右上角注册，输入手机号码或邮箱。三，我们以邮箱注册为例，输入邮箱后点击获取验证码，输入邮箱验证码，点击下一步。四，设置登录密码，同意用户使用协议和隐私政策。五，点击下一步完成注册。第三步，完成身份认证。完成注册后，仍然是在个人中心点击身份认证。身份认证分为基础认证和进阶认证。基础认证，一，在个人中心选择身份认证，在基础认证处点击去认证。二，根据页面提示依次填入姓名、国籍、证件信息，点击下一步。三，上传本人有效的证件的正反面照片，证件照片要保证不缺边、不模糊、不反光，证件号必须与照片中保持一致， P 图将导致审核不通过。完成后点击下一步。四，上传本人手持字条照片，确认与照片示例中的形式保持一致，或参考教学视频，纸条上应写明 Big One 加当天日期，并确认您的手肘在照片中是露出的。上传图片后点击下一步，请再次确认弹窗提示内容，无误后点击提交，等待审核通过，完成基础认证。进阶认证，进阶认证是指实名认证加人脸识别，按照人脸认证的要求录制视频，然后上传即可。请注意，进行进阶认证时需要配合 App 来完成认证。完成进阶认证可以拥有更高的提现额度，根据提示轻松完成。对于大部分用户来说，完成基础认证就可以畅通无阻体验 Big One 的功能了。身份认证可以保护资产安全，如果忘记各种密码都可以用身份认证找回，就像银行卡丢了需要拿着身份证去柜台找回账户一样。在完成身份认证之前，也会有一些资金托管额度可以试用 Big One 的部分产品。设置安全验证，未设置安全验证并不影响正常使用 Big One 产品。安全验证是为了保障账户和资产安全，尤其是谷歌验证和资金密码。如何设置安全验证？打开个人中心，点击安全中心。一，绑定手机号码，输入您的手机号码并绑定即可。绑定手机号主要用于提现、修改密码，安全设置时接收验证码。二，绑定电子邮箱，输入您的邮箱号码并绑定即可。绑定邮箱主要用于登录、提币、修改安全设置时输入。三，绑定谷歌验证，点击谷歌验证，根据页面提示绑定即可。谷歌验证是两步验证的一种形式，提现、修改密码、安全设置时用以输入。四，设置资金密码，点击资金密码设置即可。设置资金密码主要用于提现、交易、修改安全设置时输入。你还可以开启面容登录和设置手势密码来提高账号的安全等级。面容登录和手势密码是 Big One App 上快捷登录的方式，如果手机遗失，其他人无法利用遗失手机登录您的 Big One 账户，系统将自动跳转到短信、邮件、谷歌验证登录。感谢您对 Big One 的支持与厚爱。 Big One 不只有资产安全。